你这样说，你素颜会。哎，我觉得老娘你心机很重哎，他明明就在找本身长得蛮漂亮的，因为五官本来就好看啦。嘴唇很像全智贤，对。我们第二位全智贤已经卸好妆了，是是是，让我们来欢迎第二位少华，三二一，请开。哇，你谁呀你？还忘全智贤？今天晚上11点 ，My Video 线上收看，小姐不惜地。